阿水找对脚，上往腾国，说叫你在你中庸开始得了那个，宇宙日无日正回数，日日发无来，周贼克己，大查大整，据我爱懂。给你上多次的正义无与谋反本啊，上将列你一类，在宇宙的任何机设，我是西多加上的。给你列位，给有德国一个，可大查大整，要加个德语。木王本年是宇宙故事城历史事务所的一门高级历史，做历史工作人已经28年吧。今年三月份，他还宣布宇宙是正义无语。木王本晓得，给个商业上网呢，为给带来永无的同时呢，房价事业的重大砸场，为宇宙的基础伙计做出贡献。要叫你开始呢，宇宙是无是政府呢，又是打大擂台仗，大查大整，巨为爱动。噶要是木王本子的先取奖品呢，要论仍是个高背戏，算在嘛多年吧。以这一年我脑巴糊得到家具。今年的另外，木王本人又对过大查大整，也购物抗购度，查拉乱付的待遇。这一块地呢，已经存了有留存了大概有10来年了，就是天利家园，后门。那么这个天利家园呢，当时是2005年交付以后，这块地就处于了城市的飞地，一直是无人管理。那么在前几年南双龙路打通之后，那么南塘组团的二组团、一组团，那么都造好以后，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城市的烂仓吧。据了解，木王本所过的仍是高碑线呢，又算是老城区南浦路和小列路的各处路口的体力过于先去百忙去搞的嘞。这个地方呢，可讲南多红木家，地理位置呢算是仍是个重伤。噶旁边呢，应该还建设任务先去派特的道路，人家呢是那是一路空大的帕达，哈拉是个天白乌拉次。早讲一次呢，路面一卖呢，全部是老泥塑，帕达的摆卖呢，甚至要让呢，噶也木棚大次，学他做手册。南浦路是贯通温州南北大动脉的一个主要干道，从欧越大桥到这个南白象的这个高速路口，那么是必经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块大的违章建筑，那么一直拆不掉，而且我认为十分费解。讲过都火面的两家口店呢，木王本人也呼吁，多年以来呢，体内过于先去的儿子呢，获得几个离开几楼的当他村的村民呢，要用土地的具体解决问题，就比一些过路。噶2014年和2015年之间呢，在国在北人们摸与旧国部的日居民当旧屋噶买地呢，由宜江客户要价几个交房离开的3万8的，不过日官呢一直闹得到家具，但几个。真是高危险，但这样给自大人家具，木王本人也说是给待遇多种退去，是我癌症部门呢可以开户工作多种的，无那真是技能要我给在乎，期待台长真是建设。我希望呢，就是这个市政协呢能够督促当地的街道，那么能够会同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那么行政执法。等部门，那么切实呢，开好一个，那么弄个协调会，开好协调会，那么切实呢，将这个工作作为有关这个民生的一个大事来抓。木王本国家，我你是每一开几个大查大证据为动的，可以要来一个查子过来户籍乱移，长一辈给伊人事划桨，现在要我的推动宇宙的居养户籍。作为一门正义无语的家政奴，还有是历史上网无来的居民，普及护理知识，加到政府合乎而居的把日干。我们想的一个是旧村改造，那么特别是危房治理的问题，那么这个牵涉到一些法律问题。那大查大整中，还有村民的集体经济的管理，那么这些都牵涉到一些法律问题。所以我想呢，就说这个在大查大整以及村集体经济的这个维护以及这个危房的整治方面，那么希望政府呢能够加大力度，但是在加大力度的同时呢，能够依法合法合规的来这个行政。那个吴立模已将上在德国你三五给活活秘密吧，你 A 上去看啊，可以通过吴立模呢找来预人，给他已将任务一桌上扬的母鸡活水吧。同时呢，火鸡的手段啊是西多卡的。
噶面对哪个人说要争议无缘要退去吧，应该对马路去看呢，争一句吧。蒋继勇呢是宇宙科技在研究院委员的一门老师，踏上宇宙市争议委员呢已经五年多了自家吧。每年的例外之间呢，给五万多国要来发扬孟山泥地的待遇。今年的例外节开一年，给有价值的是上边的区域复兴马路举口日期。通过马路呢，叫做那个上山呢，还国外得举步。包括今年那一年呢，阿杨次蒋继勇的大赏。马路叫做上山，只哪能找来嘉宾？是张还是古呢？马局的钞票举得很多，只哪能找来资助呢？有很多就是说，通过网上来捐的话呢，因为不认识。不是身边的，所以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信息呢，会得到的一些信息呢不真实啊，所以的话，在这个互联网这个捐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啊。要面对越来越多的马路捐款事件，蒋继勇对过搞捐款马路捐款的待遇，给国家应该上卡的激励一个，要工商类的统一制高对马路捐款项目做个筛选。讲过要我给上山娘真正是要的，可以苦白叫做上山的张在苦客哈过大莫要绝对火上。首先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有这么一个机构啊，这个机构的话呢，当然就作为政府可以做啊，作为或者就是说第三方也可以做，但是这个机构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有公信力的，或者是说叫做认可的。所以我觉得我当时提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有这么一个机构，因为互联网嘛，大家不是面对面的啊，就是要有这么一个机构啊。搞句话马路举口的待遇得过一样呢，也就是民政局工作人员呢啊，就比和蒋继勇沟通利益，把带给个待遇呢涨来外付。温州市民政局的一位领导呢，专门就是到我单位来啊，也跟我进行了一个面谈啊。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其实在温州呢也有这么一个网，就是通过这个平台，也是一个这个互联网的一个平台啊。他也是进行捐款的，但这个的话呢，可能从他们前一段的情况来看啊，通过这个平台也帮助了一些人啊，但是可能对这个网就是在我们这个大众的这个熟知度不高，还不太高。就蒋继勇的两年多中年的会议，目前宇宙市民使用最多的是该届抢送酒的马路捐款问题。这个问题的客户建立是北疆的一家马路公司。加上宇宙呢，是你国宇宙门政局连任一年的三女王，由客户用的路易沙龙五马路事业问题。包括每一个购货问题呢，属宇宙莫要多种的娘子对本副歌。蒋继勇娘在举办马路举口，是政府西加部门的还可以做王家多的日购。其实他做了这个网站啊，就是相当于我当时提建议当中的几点的话呢，基本吸纳进去，但是有一点就是宣传不够。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说温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大家都不知道，可能就是说它的对外这种宣传的力度还不够，就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么一个东西。那其实就是说做互联网的就是最关键的还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别人才会去使用这个东西，主要是这块我认为还是应该在可以做的更多的工作，是这样子。给你个另外呢，蒋继勇对过的是要加入玉门苦养猪饥渴养猪的待遇，但是争议无语的上网呢，蒋继勇表示是呢，还要是上边的人上边的日购去户都得了提前60%税务的核待遇，都60%对你会。接着这个上网，人家乘动车、乘高铁、坐飞机去哪是相当方便的。不过大哥能注意，哈你假如要收出席的出席耶，央视公交站是哎，每月比那个上房证哎，还要得片、闹片乘车哎，得当下午的修，因为男人体力劳卡，上月之路多重，要坐对照去乘动车、乘高铁啊，又被个木娃娃，大哥能哦，去在路上哎。以前嘞，要跟男修男骑木宇宙开的动车一买出席，结果还拒了我。好，期间呢，他在卫生间里面啊，就是我们的乘警发现他这个旅客在卫生间里面有这个吸烟的行为哈，然后并且引发了这个烟雾报警哈，然后当时这个乘警呢，就是说把这个旅客，然后当时就控制住，然后对他处这个行为，然后处以了这个行政拘留5日。宇宙南闸派出所门将新来加一已将次月的铁路正常系统。
就是说新的公告啊，就是说跟以往相比呢，就是说现在可能会将一些违规的旅客哈、然后列入这个征信黑名单，它这个就是跟地方的相关部门进行接洽啊，就是说这个黑名单的话可能会影响旅客下一次购票出行。黑色物流卡特别要鸟列复多的业务容易害理财增上黑名单呢，比如说像这些什么在车厢上吸烟啊哈、然后在车厢上影响这个车厢的公共秩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冒用，现在不是有一些冒用职工证吗，然后冒用一些身份证件，然后还有一些逃票无票乘车的这类旅客啊，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列入这个铁路征信名单。据了解，一旦旅客还列在铁路征信黑名单呢，将后买票人家呢又要可能呢还要哈子养细致无一次的区域。为了避免在街上上月热成养细铁路豁免呼吁，从旅客的事故中秀该过护理和铁路的要加举动，事故无误铁路用事在日。三娘阿黑区内巴一家的要一把四年级五买呢护士也对他负责，结果在这里在一起五个的拉线呢预不协调，这几岁岁达到三八年级嘛，给别负责同时呢把热成工业区里一部分次年就比个新年技术大米最等的四女在上该生怕给我在一年能一家和奥黑的公寓部门养子就落吧。三女你不啊去不地角奥黑女把一家的为了路和恩活路过出路口的四女姐妹互相对他负责，将故意及口主万年是让无责任的负责。四女在上公寓部门通过业主呼吁一年能力去奥黑将这些户区不用医用路的药店卧龙对面照顾到了这个巷子内又消失掉，时间呢固定在早晨的5点到7点左右，所以呢我们分析这名嫌疑人呢没有固定的住所，而且呢又是在早晨5到7点钟，那么我们分析很有可能该名嫌疑人可能在里面有打临时工，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条巷子内进行排查。江湖霸主公寓部门只要姑娘学白红医用路的药店卧龙对面的一家白玉公司里多认识白玉的生爸的这个人是一年人还值得本意被给补了。将过该生爸的国队预计呼吸多年二十年继续学四年级五买年家人交给将军被给骂的杨杰五年国西被国二还是呢给有的了非贼附着第一次结盟是有的复写次那把火控制母一年给个预计还要打仗一步给争住多久。噶，今天的上网呢，由瓜拉达雷西，阿徐娘大姑娘当了东黑魔，召开次日的节目日本，我呢忙接。